早上好呀，我和蒋哥出发去搞有机肥，太冷了，太冷。我们要开车出发了。刚才我这个手动挡的车是真的，实在是熟悉了半天，半个小时开了500米就不行了。我熟悉了半天，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真是出发了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慢慢出发。这个人开车，我要戴头盔。我错了，安全，安全。